再稍微再敏锐一点点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virtual circuit 本身就是说在送 data 之前哈，一定要先把 connection 建起来嘛啊，因为它是一个 connection oriented service 啊，所以一定要先建连线。那我们也提到说像在 ATN 网络哈，分子类跟 X.25 这种传统的网络哈，到目前都还是使用这个方式，就是建通信之前要先建连线哈。那今天的 Internet 本身是不用这个方式的，因为 Internet 是用 datagram， 就是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哈。那下面这个图哈，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通信之前，假设左边右边这两台 station 哈，他们当然都有network 这一层哈，包括中间的 router 实际上也都有哈。好，那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要传送的这个电脑哈，它必须先建立一个 connection 跟对方啊，所以它会送出一个叫做 initial call 的这样子的封包出来，代表说我要建连线哈。那这个连线当然会送到网络里面去，所以会有第一个 router 啊 ，router 收到这个建连线之后，它就会去算说，如果它要建连线的对象要在这个封包里面讲出来说它要跟谁建连线嘛哈，那对象在这个地方，那这个 router 呢就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它要找一条路。啊，说那我怎么到这个 destination 哈，是最好的路，比如说是最短的路或者最快的路哈。好，假设这个路径呢，这个 router 找出来之后呢，它就沿着这个路径的 router 啊，就一个一个哈把它送过去啊，那最后就送到这里来。好，那这个是建连线的过程哈，它一定会找到一条路。那这个路呢是要记下来的哈，因为等于说建连线一定要双方同意了哈，所以最右边这边等于说这个 incoming call， 即使到了 destination 也可以不同意他建这个连线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来回的这样的确认的动作哈。所以他这个，所以他如果接受这个连线的话，接受这个 call 的话，他就回复一个说我接受这个 call， 就是这样子。好，那注意到我们这个回复这个 call 哈，就会跟刚才来的路呢是一样的啊，因为连线一旦建起来之后，这个路径就固定了哈，那将来送 data 这个路线是固定的哈。所以现在一旦这样子来回确认之后，事实上就相当于把这个路线就确认下来了哈，确认下来，然后接下来的 data 啊，就全部都流过这样同样的路了，包括这边回来的啊，都走同样的路啊。这是建连线的一个好处，就是说连线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啊，我们送的 data 因为走同样的路嘛，所以基本上它的顺序就不会错掉了哈，就不会乱，它一定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in order 哈，按照顺序来送，因为走同样的路啊，就不会错乱的啊。好，这个是所谓的virtual circuit 的一个概念哈，就是先建连线啊，再来送 data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叫做 datagram 的 network 哈。那前面那个 virtual circuit 就有点像我们一般的电话系统，就像你在讲话之前一样把电话先打通嘛。好，那 datagram 就比较像我们的邮政系统，就邮局哈。你在寄信的时候，是每一封信你都要写清楚你的 source 跟 destination。啊，打电话的时候是只要一开始的时候打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好了哈。那你以后在讲话的时候，并不用每次都讲说你要跟谁讲，你要跟谁讲哈。就连线一旦建起来，以后送的 data 哈，就这边以后送的 data 是不需要讲说要送给对方，因为连线都建好了，你只要负责送 data 就可以了哈，就可以到对方。所以对方的这个位置哈，只有在建连线的时候出现，啊，送 data 的时候就不用了哈。所以它其实在送 data 的时候可以节省很多啊，这种 data 重复出现的这个所谓的重复的部分。啊，但是 datagram 就像我们讲像邮政系统一样哈，送信哈，你每一封信都要记着啊，你的寄件者跟收件者嘛哈，这都一定要的哈。所以这里面每一封信，好像大概每一个封包我们叫 datagram 哈。那每一个 datagram 就像一封信一样，上面呢都有这个 source address 跟 destination address， 每一封都有哈，每一封都有。那不需要建连线，但是每一封信呢都有很清楚的哈，是谁寄的，寄给谁啊，这个都要。所以我们说它不需要 call setup 啊，不要建连线。所以 router 本身呢也没有 stay， 也没有记下来说哈 end to end connection 的这种状态啊，都没有。那可是刚才那个 virtual circuit 里面哈，这个 router 都要记下来啊，比如说这里这条连线是这样子，那同时在网络上面可能会有几百万条连线在哈，所以这个 router 要记录一个很大的 table 哈，说那到底有哪些连线经过我，啊，那这个连线是哪一个连线哈，它都要把它记下来哈，所以 router 本身要有 stay 的观念哈，那我们讲这个叫做 no stay 的 concept， 就它不需要去记啊这个谁跟谁连线，因为每一封信呢都是独立的，每一封信收进来的时候它都可以去处理它。
不需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前后关系通通不用管，啊，前后通通都不用管哈。所以 router 本身不需要记这个所谓 end to end 的 connection 的观念，所以 router 本身也没有所谓的 network level 的 connection 哈，在这个 data grid 里面没有 connection 的概念哈。好，那我们说那封包到底怎么转送的呢？我们讲每一个 router 处理一个封包的时候哈，我们是根据它的 destination 的host address， 就是这个每一个封包上面都有一个 destination 的 IP 的意思哈 ，destination 的 address， 我就根据这个 address 呢，哦来看这个封包应该往哪个 port 啊，就是一个 router 有很多 port， 往哪个 port 走过去哈，所以每一个 router 都做一样的事情，就变成一步啊就走过去啊，一步，但是一个 router 在决定说一个封包进来的时候到底要往哪一个 port 走的时候哈，那当然他会去查一个我们叫做 routing table 的东西，他会查一个表，那这个表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它本身会。可能随着时间变更了哈，包括说网路可能有拥塞或拥挤的时候，它会绕别的路嘛，只要有路可以通，它基本上会绕别的路哈。所以我们说哈，即使相同的 source destination 的 pair 啊，就像这两边哈，我们 source 跟 destination 都一样，这些封包通通都一样，都是从某一个 source 丢到某一个 destination 的哈，所以他们 source destination 这一对都一样，但是他们是走可以走不同的路啊，就等于说每一个 router。在处理一个封包的时候哈，会根据网络的状态啊，会挑一个比较好的路。那这个网络的状态是随时变化，所以它那个 routing table 哈，它也随时在调整哈。所以每个封包都可能走我们讲不同的路线哈，因为每一个封包都是独立的个体哈，这是它的特性哈。啊，就像我们说好，我们送一个 data 出来，那就绕，最后这边就收进来啊。每一个封包可能都走不同的路，这是特别哈。好，那接下来就要问说。那这个刚刚提到这个router 里面会有一个 table 嘛哈，我们叫做 forwarding table， 啊或者叫 routing table 都可以哈。那这个就是要记着 IP address。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某一个 destination 的 range 到某一个 destination 的 range， 我们要从 port 的零啊，这个一般我们叫 link interface， 就是网络的 port 啊，因为 router 通常有很多 port 哈。那我们这个例子，比如说只有四个 port 了哈，零一二三，这是对应到。假设这个地方哈，就假设只有零一二三，假设了哈。好，那因为我们的 IP 的位置有32 bit 哈，如果我们去造一个表，32 bit 当我们的那个index 哈，那这个 table 的 size 会多大？就2^32嘛哈，因为我们有32 bit， 比如说你有3个 bit， 就有8个组合嘛哈。那32 bit 2^32，2^32是多少啊？是4个 billion 的 possible entries 啊，4个 billion。那我们在一个 billion 是10亿啊哈，4个 billion 40亿啊，40亿个 entry， 这么大的 table， 一般的 router 啊放这么大的 table 大概都会受不了哈，这个机体很大。第二个查的时候会很，那查的是很快啊，因为你只要把一个 IP address 啊，把它变成32 bit 哈，放到这边去查，查一次就查到说它应该从哪个 port 出去啊，所以这个 forwarding table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像这样的表，然后当我们的 IP 进来的时候，把它的 destination 啊，注意到哈，我们只看。这个 destination 的 IP 哈，就是你要到目的地，看目的地就好 ，source 不用看啊，因为我们都是往目的地走嘛哈。那我们这个都是往目的地走，那来源就不用管了，我们只看，就像你在寄信的时候，那个邮差只看收件者地址啊，他不看寄件者地址啊，这个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当你收到一个封包的时候啊，把他的 IP 拿出来 ，destination IP 拿在这边查表，查到之后我们对应都是说。哦，他要从哪个 port 出去，就把他从那个 port 丢出去，那这个叫做 forwarding。我刚讲 router 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之一哈，就是 forwarding。好，可是刚刚提到说，如果这个 IP address 哈，我们是按照这个 IP address 的结构哈，把它一一全部列出来的话，那它会有4个 billion 的40亿这么大的一个 entry size， 因为我的 bit 是32 bit 嘛哈，那这样当然太大了哈，所以在destination 这个。IP address 的这个设计上哈，会有一种设计，让他说这个 entry 哈不要这么大。好，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个很常用到的一个技巧哈。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 IP 的范围哈是有说啊，从这里到这里这个范围哈，我们都要到 port 零哈。那这里到这里啊，所以这个中有个字叫输入哈，就是说在这个 IP 的这个范围，通通都是从 port 零的哈。那这个范围通通是 port 一。这个范围通通到 port 2，那其他的啊通通到 port 3，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以这样来设计的话哈，好，那我们就把它那个 table 哈，就把它变成这样子，变成这么小，我们只有比如说4个 entry，
啊，从40亿哈、啊、变成4个 entry， 啊，4个 entry， 好、啊，那这个叫做 prefix 就是、啊、我们前面相同的这个 bit 的字串哈、啊，我们再回到前面去看一下哈、啊，好，我们说从这里到这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个 bit 看过去哈、啊，通通都一样哈、啊，然后只有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才岔开来嘛哈、啊，就后面这边是。啊，一这样子嘛哈，啊这边通通都是零嘛，从这里到这里就相当于这里有一块啊连续的哈、啊，那这一块呢，它的长度有8个 bit， 然后再加上11个 bit 了哈、啊，那11个 bit 我们用2^11去算它嘛哈、啊，那大概就差不多两千个意思哈、啊，就这里有2000个啊，通通用零，啊，那我们如果说要把这2000个全部列出来，那就是2000个嘛哈。啊，但是我们这2000个只用一个 entry 把它列出来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前面32 bit 的啊，这边是8个 bit 啊，这边是啊5个 bit， 我们只要看这21个 bit 哈、啊，只要21个 bit 跟我一样的哈、啊，那我就知道是零了。就后面这边也不用看，我只要看21个 bit 啊，再看一次啊，就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里来啊，因为这里是啊、到这里。为止嘛哈，到这里哈，就这个地方为止哈，我只要看这21个 bit 啊，那至于这边我都不用看了，因为我是说从这里到这里，所以这个后面这个11个 bit 哈，不管你是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啊，都无所谓，因为通通都是零嘛啊，因为我是这个范围，我有范围的概念哈，所以我只要看21个 bit 我就知道啊是不是要从这里零，那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范围哈，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它。从这里啊，应该是从这里看的哈、啊，这里啊，从这里看的话就变成说，好，那这边有8个 bit， 有八个 bit 啊，所以这边是等于256，有256个 entry， 所以这个中间是256的意思哈、啊。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好、啊，那这个长度是24个 bit， 好，我们等于说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只看前面24个 bit 哈、啊，因为前面24个 bit 都一样哈。啊，那后面这边因为它是输入，所以它是事实上是00001哈，到01到10到11到100，啵啵啵一直到这边哈，所以这边有256个的意思哈。那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这里就好了，好，看到这个最24个 bit， 就后面二十四个 bit 后面你就不用看嘛哈，因为不管是多少，它通通都是破都是一的意思，好，所以注意到这里面引进了一个概念叫做 don't care 哈。Don't care， 就是说，我们只要看24个 bit 哈，左边24个 bit， 那右边这个8个 bit 哈 ，Don't care， 因为不管是00000，还是中间的啊，还是到全部都是一啊，我们 output port 都相同的意思哈，所以右边8个 bit 你都不用管它的意思哈，叫 Don't care 啊，不用管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就是啊24个 bit 啊，看24个 bit 的意思哈。好，再来一个哈，再来一个啊 ，sorry。前面啊，好，那从这个范围到这个范围里面啊，那就要看啊，像这个地方啊，看这个范围，找到那个完全一样的地方哈，给这里啊，在这里啊，就是00011这里是相同嘛，后面就不一样了哈，00011这里啊，所以还是我们看一下哈，就到00011这里，好，那我们一样看这个啊，8+8+5，21个 bit， 好，那。在这个范围，只要看到这里哈，后面这边你都不用管啊，那它是 port 2，啊，其他到 port 3，啊，所以我们就把40亿个啊 entry 哈，把它塞到剩下4个 entry， 那这个 router 的 table 就很小。那风暴真的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比？啊，所以这边要介绍一个哈，比如说啊，先来一个风暴是这个，这个是那个 destination 的 address 啊，因为我们只看 destination address， 它是要到。这里，就这个点，这个嘛 ，IP address 哈。那我们说，那我来这边查表，这就是我们的表，这是 routing table 哈。那我这个风暴到底要往哪里去？好，我们就看这个哈，看这个地方哈，00001，啊，然后这边是零，啊，110，巴拉巴拉巴拉哈，我们就看啊，00001啊，这边是00001啊，这里也是00001啊，就说对啊哈，前面都一样哈，前面都一样哈。所以这个 case 就刚好是它 match 的哈，就是这个，啊，00010嘛哈，对不起啊，00010啊，因为我只要 match 到这里，啊，10都是 match， 所以这个 case 后面其实等于说你很多都不用看了哈，因为它就是 port 0嘛，啊，所以这个风暴就到 port 0去了哈。
好，接下来这里比较特别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一下哈，我们是要到00011啊，000哈，我们如果看00011的话哈，注意哈，00011这里也符合哦，001这里也符合哦，啊，如果我们只看00011的话，你看，如果只看到00011的话哈，这两个都符合，啊，这两个都符合，可是我们还要再往前看，因为后面还有一个000啊，这里，啊，所以。如果以这个封包进来的时候，这个 address 跟这个是不是相符的？是相符的哈，因为这个 address 说你只要看前面的21个 bit 哈，21个 bit， 如果我们看前面的21个 bit 到这里哈，它是相同的啊，所以它叫 match。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哈，它这边长度是24个 bit， 它这个24个 bit 哈，哎，哦，注意在000哈，00在这里哈，所以11000，11000，所以这个也 match 哈。也就是这个 address 如果拿进来比的时候哈，这个会 match， 这个也会 match， 好，那这两项哈通通符合，啊，一个长度啊21，一个长度24，好，也就是这两项都符合啊，那都符合，它可以往 port 2走，也可以往 port 1走，那到底往哪个地方走？好，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的是这个哈，叫做 longest prefix matching， 叫 LPM 哈，就是说我们要 match， 当我有好几个项都 match 的时候哈。我们要往那个最长的啊 ，longest prefix match 最长的，因为你同时 match 的可能不只是两个，这个例子是两个哈，真正的case 可能会有好多个，比如说5、6、7、8个，但是你要挑哪一个出去哈，啊，挑最长的 match 的，这个 longest prefix matching 啊，这个叫做 prefix 啊，这个叫 prefix， 就是本来 IP address 应该是32 bit 了哈，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范围的概念，我们会把连续的 address 哈。连续的 address 把它有点是把它浓缩啊，变成一个 entry， 那用一个叫做 prefix 来代表它啊。那这个 prefix 就是说我只看这么长，后面这些你就不用看了啊，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比如说你连续八个，这么讲啊，连续八个的话就代表说有3个 bit 是从000到001到111嘛啊，连续八个的话，那你这个 entry 就长度就变成32-3。啊，变成29哈，29个长度哈，变成要29啊。那如果说你像刚刚这个最典型的哈，就是我这里面刚好是28啊，所以8个 bit 哈，256个 entry， 那256个 entry 把它们全部合在一起，就变成24个 bit 啊。就是说这个例子就是哈，长度是24个 bit， 就是代表后面还有8个 bit， 你不用管它嘛 ，don't care 哈，整个浓缩在一起了哈，所以这个长度叫24。好，那真的长度可以多少啊？都可以看你连续的啊，就那个 IP address 连续的长度了哈。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啊，这个 prefix 长度哈可以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真的在 match 的时候哈，我们要挑最长的。第一个例子，因为它跟它 match 的哈只有这个啊，其他都不 match 啊，都没有 match， 所以只有这个唯一 match， 所以没有问题，很容易知道它要走这条路哈。但是下面这个 address 哈，它是两个都 match， 所以我们要走的是最长的这个，它会走 port 1啊。这个我们待会后面还会再解释详细一点哈，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概念了，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把 IP address 哈全部展开的话哈，那它会有40亿个这么大的 routing table 哈啊，一般小 router 都受不了啊，一般小 router 记忆体没那么大哈，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技巧。那技巧就是指这个哈，就是我们会把这个 table 哈，把很多邻近的、很多相邻的哈，把它就整 merge 哈，把它浓缩哈，浓缩到最后啊，可能就剩下一些。当然，真的 router 不会那么简单，说我只有四个 entry 了哈，可至少说比几千个或几万个啊，几千几万个至少比几亿个还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嘛哈。所以真正的 router 哈，它也不会说只有四个了哈，那太简单了哈，所以不会那么少哈，但至少变成几千几万。至少电脑可以处理啊，查表还来得及做啊，啊不要都几十亿啊，那这个就很大很大哈。那这个技巧我们后面再会谈到。好，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说，那到底我们一般的network layer 哈，到底是要走data grain 或者走 VC network 哈，到底有什么差？那差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哈啊，比如说我们做个简单的再综合这个整理了哈。那 internet 就是它走 data grain，internet 就我们 internet 是走 data grain 哈。那我们知道 ，Internet 本身是让电脑之间做 data 的交换嘛？那我们提供所谓的 elastic service 啊，就是频宽多你就送得快，频宽少你就送得慢，
啊，那也没有很这个严格的时间的限制，也没有时间的要求啊。Internet 本身就不保证你的时间，不保证你的 delay 嘛哈，那也不保证你的频宽啊，有多少你就用多少。那频宽快频宽大你就用的大，你送的快一点；频宽很窄的时候你就送的慢一点，时间长一点哈，这个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我们在 Internet 里面，我们是让 End System 就是我们的电脑哈比较聪明啊，因为我们的电脑本身它会，我们叫 Adapt 啊。它自己会调节，它会完成所谓的 control 啊，或者 error recovery， 就像 TCP 一样哈。哎，你有掉了，我知道说，哎，你网络可能掉了哈，掉封包，所以我会放慢我的速度，我会做 flow control， 我会做 congestion control 哈。所以这个 end system 的 TCP 哈，那是算聪明的哈。那即使到 IP 来哈，也算比较聪明一点哈。那我们让这个网络里面比较简单。啊，就是说让网络简单，让 Edge 复杂，啊，因为 Edge 就是边边的，边边就是我们的电脑，因为我们电脑非常非常多哈，可能有几十亿电脑在上面，可是我们 Router 没那么多哈 ，Router， 所以让 Router 做简单的事情 ，Router 做什么事情？就是 Forwarding 嘛，啊，转送而已，还有建 Table， 啊，所以 Router 就是建那个 Routing Table， 啊 ，Router 要做这个啊，把这个 Table 建起来，然后封包来的时候查表，查到哪一个 Port 转出去，这叫 Forwarding 啊，它就是 Routing 跟 Forwarding。所以 router 做的是简单的事情，好，那为什么 router 很难设计？是因为它的 data 量很大，封包量很大，啊，比如说你可能有几十亿个封包同时冲进来，啊，所以它的挑战在于说，同时有大量的封包冲进来，你怎么处理？可是每一个封包的处理都很单纯，就是查表转送，查表转送，啊，所以它的动作是非常 routine 啊，是非常规则，只是它的量很大，啊，它的挑战在于量太大，那你来不及处理的时候，它会掉封包。啊，所以 router 其实是简单啊 ，router 是简单啊，那复杂的工作哈，啊，都放到啊，我们叫 end system 啊，末端是复杂啊，比如说你要去做流量控制啦，做 congestion control 啦哈，啊，等等哈，啊，所以这是 internet 的特色哈，啊，就是核心是简单的，周边是复杂的哈，啊。那因为我们有网络有不同的 link 的 type 啊，像有无线网络、有线网络、光纤网络哈，啊，微波啊哈，啊，不管是有线、无线哈，啊，各式各样的网络，那每一个网络都有不同的特性。比如说速度不一样啊，那 delay 不一样啊，还有不同的 protocol 啊，有的会 collision， 有的不会 collision 哈，啊，就是封包在传送的时候哈，啊，因为 internet 是往往相连嘛哈，啊，那每一个网络呢，它有不同的特色，它是有线网络、无线网络，还有它的 protocol 啊，我们当然还没有介绍很多网络的 protocol 了哈，啊，但是都不一样嘛哈，啊，所以它很难有这种啊所谓的 uniform 的 service 啊，就是大一统的这种服务了哈，啊，所以很多网络的服务都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整个这个 internet 的环境是比较复杂哈，但是 router 是简单啊，工作是简单，那啊周边的电脑是比较复杂哈，啊，但是这个是对照哈，像 ATM 这种网络哈，就像电话网络一样，电话网络各位想你的电话有多复杂，你的电话非常简单，就给你按键啊，把连线接起来，然后你讲话啊，你的电话就这么简单，所以完全倒过来，因为早期这种啊电信网络啊，它是说啊，像这个是从电话网络啊所谓引进过来的哈，那它就等于说我们叫 dumb end system， 啊，你的电话机哈是非常简单的，可是它中间的交换就是非常复杂的哈，啊 ，internet 是中间的 router 是相对简单的，然后让我们的 end system 的 computer 是非常复杂的哈，那电话系统里面是你的电话是很简单，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你的电话是很简单的哈，当然现在。越来越聪明的，像 smartphone 像 iPhone， 这当然里面越来越复杂因为它做了很多功能在里面早期的电话你拿起来就只能按键而已哈，那现在的电话当然它已经不只是电话了，它已经是电脑电脑的电话，所以当然复杂起来啊。这是它的特别。然后在早期的电话里面，它因为它是做这个所谓的 human 的 conversation 嘛所以它有很严格的时间的限制，像讲电话一样那个时间不能够延迟太久，啊，不然你听起来会很奇怪。也不能掉字，也不能掉话哈，话都不能跑不见的哈。Reliability 要求也很高啊，它 guarantee service 啊，就它一定要求所谓的保证的服务哈 ，delay 多少之内啊，频宽一定要有，所以它网络要很复杂，因为它要做这些保证嘛哈。所以有时候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它就先检查一下说你电话可不可以打通，因为它一旦让你打通，它就要保证你这个服务哈。所以有时候它宁愿让你电话不要打通，所以它有时候你打电话打不通嘛哈，因为。当然打不通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电话对方正在讲电话你反正打不通，但是有时候对方即使没有讲电话你也打不通啊，因为网络没办法提供你这个服务了啊，比如说有时候
你去参加一个球赛，或者去参加那个跨年晚会哈，你突然想要打电话跟你朋友分享的时候，你打不出去哈，因为它塞掉了嘛。啊，就它一个基地台，它可以同时 service 的这个电话的个数是有限哈。一个基地台，比如说3000、5000个，那你2万人都挤到那里去，要打电话怎么打得出来呢？大部分都打不出来哈。所以它有它实际上，因为它要 guarantee 的 service。啊，所以各位，如果电话一旦打通哈，通常不会说讲话哈断断续续，然后但有时候也会有了哈，但大部分它是让你电话打通，就会给你比较好的品质，保证品质哈。那网络不一样哈，你连线建得起来，不见得你可以送得很快，啊一样，网络建得起来，不见得送得，因为它是 elastic 的 service， 它不是 guarantee 的 service 啊，一个保证服务，一个只是说让你有弹性的哈，频宽大你送得快，频宽少你就送得慢一点啊，这是很大的差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过之后，这个virtual circuit 跟 data grid 的差异哈，差异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 router 怎么设计啊。其实 router 本身的设计哈，它的我们刚提到 router 本身其实它的任务很简单的哈，就是当你来一个封包的时候，我就检查它的 destination 的 IP 啊，看这个封包要往哪里去，然后我就查一个表。啊，找到它应该从哪个破出去，我就把它绕出去，就这样子而已哈。所以处理一个封包对 router 来讲是很单纯的事情。那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它最困难在于说，当你有大量封包同时进来的时候哈，它来不来得及处理？啊，因为它如果来不及处理，还是会掉封包，那掉封包就是灾难的开始了啊。好，我们所以说啊，一个 router 本身它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个叫做routing algorithm， 要执行 routing algorithm。routing algorithm 是干嘛？因为它要造那个 routing table。啊，就是说 router 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封包进来查表，查表，那个表要先造出来啊哈，啊，那个表反映了网络的状态啊，比如说现在 internet 上面哪个地方哪一条路拥挤，哪个地方现在变好了哈，这个要动态的反映网络的随时的状态，所以它必须把那个 routing table 造出来。那造 routing table 本身哈，要靠一个叫做 routing algorithm， 好，这个 routing algorithm 就是router 跟 router 之间。啊，都run这个 algorithm， 然后他们会互相交换，啊，每一个 router 都把它周边的这个线路的状况啊，告诉它的旁边的 neighbor， 那 neighbor 再告诉 neighbor，neighbor 告诉 neighbor， 所以它会慢慢的广播出来的意思了哈。那这个 protocol 比较有名叫 RIP， 叫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啊，我们后面都会介绍哈，或者 OSP 叫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或者 VGP Broad Gateway Protocol 哈，这是三个目前在 internet 上面最有名的 protocol 啊，就是 Routing Protocol。他们等于说每个 router 都执行这个 protocol， 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交换手上有的情报，那最后呢就造出那个 routing table 来。好， routing table 造完之后，好，封包就开始进来哈，开始进来就要开始叫 forwarding data grain from incoming to outgoing link 啊，很简单，就是每一个收到的 data grain 把它的 destination IP 拿出来去查那个表，查了表之后就知道说它要从哪个地方破出去。啊，然后就把它丢出去，就这样子哈。所以 forwarding 是很简单，就是封包进来把它转出去，这叫 forwarding。routing 就是把那个 routing table 造出来。那我们再强调 routing table 本身要随着时间变更啊调整。好，那困难在于说，一个封包处理很简单，但是你同时来了很多封包的时候哈，啊，你要怎么办？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router 有很多 port 嘛哈，刚刚讲哈 ，port one、port two、port three、port four 哈，有的 router 可能同时有100个 port。那100个 port 的封包哈，假设都是 gigabit， 假设 gigabit，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哈，一个 port 有多少个封包会冲进来？好，以 gigabit 网络来讲，我们叫 gigabit Ethernet 哈，一秒钟大概100万左右了哈，的封包会冲进来，一秒钟100万个封包冲进来哈。那你如果有10个 port， 一秒钟会有最多1000万个封包，每一秒1000万个封包冲进来哈。全部冲进来，那你要把它丢出去，丢出去，丢出去。每一个封包都很简单，可是我同一个一秒钟要处理1000万个封包，啊，这个就不简单了哈。所以 router 的设计就在难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就说一般 router 的结构，就是它中间为什么一个 switching fabric 呢？交换，我们一般叫交换器，啊，因为我的从这个 port 进来的封包，可能要从这个 port 出去，啊，从这个 port 进来的封包，可能从这个 port 要出去，啊，就是。封包进来要从哪个破出去是不一定的哈，那查表才知道嘛，查表哈，所以他们这个都有查表，都有表，就每一个 input port 都有一个 table， 相当于说我们把那个 routing table 把它打散哈，放到每一个 port 里面来，啊，等于说他们都有一个表在这里，所以封包进来查表，我们知道查表就要从某个 port 出去嘛，从这个地方，啊，这个查表
从这个地方出去，所以同一个时间，这里有一个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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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这样子啊，同一个时间有多少风暴要走？好像这个假设你有十个破，你同一个时间可能就十个风暴要出去嘛哈。那如果你有一百个破，同时有一百个风暴要处理啊，那一百个风暴如果全部都到，假设刚好一百个风暴通通都要到同一个 destination， 那不是往全部往这边去了吗？啊，全部都挤到右上角，那它就开始塞啦。啊，因为它来不及处理这么快嘛，哈，所以我们会慢慢来解释一下哈。一般的 router 它中间最核心就是一个 switching fabric， 那这个通常这个 IC 哈都做成 IC 了哈。那我这边会有所谓 routing processor， 这个 routing 就是 run 这个 routing protocol 的，啊，因为我们要 run 一个 protocol， 所以必须类似有一个 CPU 哈，我可以来执行这个 routing protocol。那这边就是我们一般叫 line card，line card 就是说网路卡。啊，你插一个网路卡，然后从这边收封包，那网路上面就是处理这个封包，啊，然后查表，最后丢给这个 switching fabric 交换机嘛，哈，然后就交换出去，然后再 up card 再出去，啊，所以这个 input port 跟 up port 其实是同样一个 port 了哈，就是说那个 router 的每一个 port 它其实既是进又是出了哈，因为它可以进也可以出，所以事实上我们这样子出去，事实上等于像带这样子又绕回来的意思哈，当然我不会从这个 port 进来，又从这个 port 出去，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为了容易说明来讲，我们都把它 input port 跟 output port 把它分别来表示了哈。事实上，每一个 port 它既是 input port， 也是另外别人的 output port 哈，因为它每一个 port 都是双向，好，都是双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每一个 input port 的 function 哈。刚提到这个图就是我们看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一个网卡哈，把它放大来看哈，放大网卡哈。好，首先第一个叫 line terminator。啊，因为这是一条线，这个线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假设你接无线，啊，这边可能是一个天线，啊，如果是有线，就像我们这个 Ethernet 哈，那个 coaxial cable 啦，啊，或者 RJ45 哈，就这个同轴线或者这个铜线哈，就是一个网路接口进来，啊，这个叫 line terminator， 它是 physical layer 的，啊，它是 bit level 的 reception， 就是它通常是个收 data 都是一个 bit 一个 bit 一个 bit 收进来，啊，把一个 bit 一个 bit 收进来之后，最后把它累积起来变成一个封包嘛，啊，一个封包有大小。啊，比如说1518个 byte， 啊，Ethernet 最大是1518个 byte， 好，那这个说完之后啊，就交给data link layer， 啊，就第二层 data link layer 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 Ethernet， 啊，那 Ethernet 因为是 Ethernet 的 protocol 哈，它等于说会跟这个对方沟通，然后把一个封包收进来，啊，那这个我们就先暂时跳过去哈，好，收进来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再往这边丢，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第一件事叫 lookup。就是查表啊 ，lookup 就是查表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们把 datagram 的 destination 拿出来，啊，就是封包这边先一个 bit 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封包嘛哈。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会检查这个封包有没有错，啊，这边只是负责收集哈，把封包全部收集起来，啊，一个 bit 一个 bit 就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进来，1011100这样子把它全部收齐之后交给他，然后他会检查哦这个封包对不对。啊，因为送的过程当中可能这边就有干扰了哈，所以这个如果是错，这个封包就丢掉了哈，啊，如果是对，好，收起来之后，我们就会把上面的 destination 的 IP， 啊，就是 given datagram 的 destination， 啊，把它拿出来，我们要做一个 lookup， 我们要做一个查表，啊，我们要 lookup up port， 啊，就是我们要查说这个封包应该要从哪个 port 出去，就查表的意思哈，好，那这查表就用刚刚讲的叫做 forwarding table， 啊，去查这个表哈。这个表在 input port 的 memory 在这里面，啊，放在这边啊，我没有特别画出来了哈，我们有这边有查表这个查，好，假设你查到了，就是 goal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完成哈 input port 的 processing at 9 speed 啊，注意到有一个叫 9 speed 哈 ，9 speed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线速，就是这个线有多快，像这就是这个线的意思 ，nine 是这个嘛哈，比如说这个是假设 Ethernet 啊 Ethernet， 那 Ethernet 现在最典型就是100 megabit per second。100 megabit per second 哦，所以它一秒钟啊，因为我们还没有介绍，不过 Ethernet 哈 ，Ethernet 的封包哈最短是64 byte， 的一个 Ethernet 最短是64 byte 的哈，就是512 bit， 那我一秒钟哈是100 megabit 哈，所以100 megabit 除以512 bit 啊，大概是168000多了，好，就168000多个封包会进来，啊，这个叫 9 speed。就一秒钟哈，最多会168000个封包进来，这是100 mega 哦。那我刚提到，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大部分都已经到 gigabit 了哈，那 gigabit 就乘以十，
啊，所以168万个风暴会进来，一秒钟最多哈，168万。好，那现在以色列已经到啊10G 了哈，到100G 了哈，所以这个风暴进来的数量是非常可怕的哈。那你随便的一个 process 啊，处理这么大量的风暴哈，可能都来不及。我想各位开始学一些像微处理机啦哈。那每一个风暴进来都会引发一个叫做 interrupt， 啊 interrupt， 一秒钟168000个 interrupt 你的 process 啊。我看这个 CPU 大概忙到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嘛哈。啊，如果是 gigabit， 一秒钟168万个 interrupt 啊，可能各位都没有处理过这么大量的 interrupt 嘛哈。如果各位学这些微处理机，那 interrupt 当然是很少哈，按一个键一个 interrupt 嘛哈，一秒钟一两个你就很了不起了哈。一秒钟168万个 interrupt 啊冲进来。你还能够可以让它一秒钟168个风暴全部出去，啊，这个叫做 nine speed， 啊，怎么进来怎么出去都不要 delay， 啊，叫做 nine speed， 啊，那这个一般的软体都做不到，都要变成硬体，都要用晶片，啊，这为什么它难在这里？哈，难在要高速处理的哈，啊，当然有时候你没办法这么完美说哈，这么快进来就这么快出去。所谓的出去的定义是说，啊，当一个风暴进来，我一查表之后。我发现他要从某个破处，我把它丢出去嘛，啊，168万一秒钟168万个风暴这样进来，啊，那你说啊这边出去这边出去这边出去一秒钟这边切换168万次，啊，如果都可以很顺利的切出去，当然是 OK 完美哈，啊。但是有可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你想把风暴交给这个 port 的时候哈，啊，别的 input port 啊，别的网卡也是想把它交给同样一个 port 啊，啊，像这样子过来。那这个地方叫做我们叫做 blocking 哈，这个地方就冲突了嘛。那冲突不能两个人同时塞进去啊，就只能一个人塞啊。那一个人塞，比如说他塞进去了，那你这个怎么办？你就不能塞啊，啊，就要 queue 起来，就叫 queue 哈，就是你没有办法同时丢出去的时候，你就要先把它存下来啊，就排队啊。所以我们这里面会有这个红色这个哈，好，这就是 queuing 啊，就是说我们当进来的风暴哈来不及啊，立刻丢出去的时候哈。好，我们就必须把它这边把它排队，啊，把它排起来，啊，那一样，只要一有 queuing 就有，刚讲，哎，这个万一这个满掉了哈，那你塞不下去了就掉了，这就是 router 嘛，对，我们讲 router 会掉风暴嘛，啊，为什么 internet 的 router 我们讲不可靠，就是因为这里啊，啊，当你的风暴来的太大量，或者出去的时候呢挤不出去哈，因为大家都往那边挤不出去，只有回塞到这里来哈。那你回塞到这里来，塞满了就开始掉风暴嘛哈。那这个不是常常发生的哈，但是偶尔会发生啊这种情形啊。啊，这是它的设计的难度就在这里哈。啊，这是所谓的 input port。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三种最典型的哈，叫 switching fabric 哈，怎么样把一个风暴哈从一个 port 啊丢到另外一个 port 啊，相当于你现在有很多网卡，你想象说我在电脑上面有很多网卡哈，我现在从一个网卡收到一个风暴。我要把这个风暴从这个网卡哈，把它送到另外一张网卡去，啊，那你怎么把它送过去的意思了哈，啊？那送过去的方法很多，因为我们网卡都插在像 PCI bus 嘛，都可能插在那个 bus 上面哈，啊，所以它最简单第一就是 memory， 啊，就我把它送到写到记忆体，然后这个网卡从这个记忆体拿走，就是 by memory， 这是最第一代的设计，就是 by memory， 就是说你想把进来的风暴哈，想要送出去的都把它写到记忆体，都写到记忆体。然后想要出去的那个 port 哈，就到记忆体来拿，就透过记忆体。那我们知道记忆体本来就是做 I/O 嘛，对，你 input 写到记忆体 ，output 从记忆体拿走哈，这个常看到啊哈，所以这个也很有常看到哈。好，第二个叫做 bus， 就你不要写到记忆体，因为写到记忆体有它的缺点。我们先看啊，像这个叫做记忆体，那这个记忆体一般我们叫做 system 的 bus 或者 memory 的 bus， 写进去的时候要做一个 memory I/O 哈。那读出去的啊，读的时候啊，读出来的时候呢，啊，又要做一个 memory 的 I/O， 就是一个封包进去到一个封包出来，中间要写到记忆体，让记忆体拿出来，这两次 I/O 哈。我们刚刚讲，一秒钟我有168万个封包要进来，那你一秒钟要做320多万次的 memory access， 大概来不及啊。所以记忆体的方式，第一个速度会太慢啊，它是一个方法了哈。我们叫做 first generation 的 router 啊，第一代路由器就是这样的设计，传统的哈，因为它用传统的 computer。跟最近 App Under 这种所谓的直接的这种 Memory 的 I/O 嘛，所以封包要 copy 到 System 的 Memory， 好，那这个整个速度就 limit by Memory 的 bandwidth， 就是记忆体的频宽啊 ，Memory 就是你可以到 Memory 多快的 access
哦，看你用 DRAM 嘛 ，SRAM 嘛，哈、哦，看你这个 memory bus 的这个我们讲几条线嘛，哈、哦，16条线还是32条线还是64条线啊、哦，牵涉到你的平行的这个程度哈、哦。不过通常 memory 都不是很快的了哈、哦，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存取的话，就太慢啊、哦。这是第一代，好、哦，那第二代本身就会慢慢就变成，那我不用记忆体，我用 bus， 啊、哦。bus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一个非常非常高速的这个 bus， 啊，那 bus 就是等于说你用那个一般所谓的电路线哈，比如说我们的 data， 一般我们电脑里面有所谓的32 bit、64 bit 嘛，啊，我们 CPU 哈，就是你处理 data 的时候，同时处理32 bit、64 bit 啊，所以我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拉成，比如说64 bit， 然后每一个64条线哈，那每一条线啊用多少 megahertz 啊，比如几百 megahertz 乘上64。我就可以算出，那我这个频宽有多大，啊，频宽有多大？那用 bus 就是说，你上丢上去 bus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啊，因为它是广播哈，就是说你送上去以后，所有人都看得到。所以一旦你把封包所谓丢上这个 bus 以后呢，他都收了，每一个都收到了哈。那他收到之后，他发现说，这不是他要的，他把它滤掉哈。啊，这个是发现，这是他要的，他就把它往前丢的意思了哈。所以 bus 的特色就是广播。好，我们来看一下。就 switching via a bus 啊，像这样透过 bus， 所以 datagram 哈、啊，我们做从 input port 的 memory 哈、啊、到 output port 的 memory 哈、啊，但是呢，现在是经由一个 share， 我们叫 share bus 这个，啊，那 bus 就有一个问题，叫 bus contention 的问题，一样啊，大家都要抢这个 bus 嘛，因为我也想送，他也想送，他也想送啊，像这个 A、B、C 都想送的时候啊，那你如果让他在这边慢慢抢的话哈、啊，这个耽误了嘛哈。啊，所以最好的就是说，那我这个 bus 的频宽哈，大到啊大于他们这些所有频宽的总和啊。举例，比方我这是 gigabit 一声的 ，gigabit 一声的 ，gigabit 的，我有三个 gigabit， 三个 giga 哈 bit per second 进来，同时三个 bit， 三个 gigabit， 那我这个 bus 设计成5个 gigabit， 就比他们总和都还快，那就不会冲突了嘛。啊，就是说，你看我的速度，我这个 bus 的速度这么快。啊，让你们同时送哈，通通不会在这边冲突，那当然最好，啊，当然是最好了哈。当然，但是你如果说，那我再加2个卡，我就5个 gigabit 啦，啊，你又变成瓶颈了哈。那我说，那我把它设计成20个 gigabit， 啊，那我说，那我再加卡再加，那最后你这个 bus 还是有个上限，还是有个上限的哈。所以本身这种 switching 的 speed 哈，还是受限于这个 bus 的 bandwidth。我们举个例子哈 ，Cisco。啊，有一款 router 哈，叫5600这个 router 的代号哈，它设计这个 bus 的那个速度哈是32 gigabit per second， 32 gigabit 怎么做啊？当你可以，我有32条线，每一条线让它跑 gigahertz 嘛哈，就32 gigabit 嘛哈。那你刚刚可以说我有64条线，每一条线500 megabit per second 哈，啊也可以哈，就这个基本上是硬体的设计了哈。好，当我们设计成32 gigabit per second 的时候，代表我这个 bus 的速度哈。就决定了你这个 line 卡啊，可以插多少个卡啊，插多少个卡，你也不能插太多啊，或者说每一条卡片的这个速度太快啊。比如说，你看这个32 gigabit 啊，这个号称算是 Cisco 里面中高阶的交换器了嘛哈，32 gigabit。那可是现在网络已经进到10 giga， 以色列是很普遍了哈，10 giga。那我插3张10 giga 呢，就三十 giga 了，这个就不能用了嘛。啊，那我插了4张的时候，它就不行了哈。所以也就我这边如果换了10 giga 的话，那我这就要变成320 G 了哈。那现在有没有320 G 的？也有哈。就这个 bus 其实越做越快了哈。就是这个是硬体设计，比较电机这边会去做哈。怎么让这个 bus 做到非常非常的快速哈？所以现在几百 gigabit per second 的 bus 是存在的哈。但毕竟还是受到限制啊，因为这个 bus 的这个总频宽还是受到限制哈。好，另外还有一种啊，这个是比较有名，叫做 close bus。啊 ，close bus 就是说，我把它接成像这种好像棋盘式的哈，就像那个各位在玩那个象棋或围棋哈，就是我可以变成这个都是可以想象是 one dimension 的哈，就是单维哈，这个也是一维嘛哈，大家去抢。那我这个地方变二维哈，变 two dimension 了，就是 A 可以这样子送 ，B 也可以这样送，那 C 可以这样子送啊，就是说只要说他们 A、B、C 想要送的对象哈不要相同。不要相同，我就找得到各可以找到一条不相交的路啊，因为我是 close bus， 我是 n by n 嘛哈，所以只要他们送的对象不要相同的话，他们就可以同时送的意思哈，同时送，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限制啊，这个也是常看到的一个
设计的方式哈，就是 close bar 的方式哈。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经过叫做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我们这边没有特别去介绍太多哈。那这个是比较特别，这个是专门是让我们可以设计叫做 scalable， 就是你可以用小的交换器设计到大的交换器，因为它是有一些叫交换器的元件哈，叫做 switching element。Switching element 啊，就是它，比如说二乘二的、四乘四的哈，你可以去就像那个积木一样，你可以堆出来的意思了哈。它这个里面的交换器元件啊，比如说 2x2 或 4x4， 很简单。但是你可以用这个 2x2 去兜出一个4x4 的哈，那你也可以用 4x4 的去堆出一个8x8 啊，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好像这个积木一样哈，把它慢慢的堆出你要的大小。像这个就是叫做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比较有名叫 Benyang， 啊，这个 Benyang network 本身，这是一个Benyang 这个人提出来的一个网络的结构了哈，就用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让很多 process 一开始本来是在做这个多处理机啊 ，multi process 啊，就我们电脑结构里面哈，多处理机的情况之下哈，那怎么去连接嘛？就是处理器跟处理之间要沟通的时候，也要叫做 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哈。那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网络把它们连起来啊，Benyang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哈。那它可以把这个结构哈慢慢的累积起来，像这个 Cisco 12000哈，它就已经它的水准变成60 Gbps 了啊，它已经 through inter connection network 了啊，所以这个也算是比较先进的设计。当然这个 Cisco 12000现在亦不是最新的哈，现在更新的可能都已经好几百 Giga 啊，比如说300 Giga、500 Giga 这个都有了哈。那慢慢的，现在有人用光做通讯，这个都是电子哈，因为我们都是收电的讯号嘛，所以现在已经用到用光哈，叫做光交换机 （optical switching） 哈。那它这个是叫做 terabit 啊，就是1000 Gigabit 以上的这种频宽啊，的 terabit 啊，所以这个是网络交换的速度是不断的在演进的啊。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verpole 的部分哈。好，我们说。Overpole 本身也有两个重要的设计啦，一个就是一样 buffer queuing 的部分哈，叫 buffer management 啊，就是为什么Overpole 也需要 buffer， 就刚刚提到说哈，因为我们左边这边叫 switching fabric 嘛，就我们从这个 input pole 进来的封包有可能刚好都是要从某一个 pole 出去啊，假如这个地方比如说是一个 server 啊，往这边去是到一个所谓的大 server 哈。那很多人都要到这个 server 去抓资料的话，可能这个封包都要往这边去嘛。可是跟我们讲这个 line terminal 一样哈，这个网络的线路哈 ，router 它接很多 port 哈，每一个 port 的速度可以不一样哈。就这个 port 可能接10 mega， 这个 port 可能接100 mega， 这个 port 接1 giga 哈。它 router 所接的每一个 port 的网络速度都可以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从高速的网络进来的封包进到低速的这个界面卡哈，就一定会塞住了嘛哈。所以如果说我们进来的量哈大于我们出去的这个量，就出去的速度哈，太进来太快，出去太慢，来不及消化的话，好，那我们一定要在这边要做 buffering。所以我们一样哈，我们 overpole 这边也有做 buffering 的动作。当我们讲当这个从switching fabric 进来的 data grain 的速度哈大于哈我们从这边丢出去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哈，我们这边就要把它做 buffer 啊，就把 buffer 起来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一旦 buffer 起来之后，代表说我这里有很多封包，啊，都在这里，比如这个 queue 哦，我这边很多封包。那我们到底要从这个这么多封包里面挑哪一个封包先出去？好，因为我们出去一次也只能处理一个封包而已哈。那你的 queue 里面，你的 buffer 里面有很多封包，那你到底要挑哪一个？啊，这个叫做所谓的 scheduling discipline 哈，就是说这叫排程哈，就是说当你这 buffer 这边有很多封包要等着出去的时候哈，那你挑哪一个？这叫 scheduling。那我们知道最简单就是 FIFO 嘛哈，就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嘛。先进先出这个 algorithm 很简单，也不用太担太伤脑筋的，就是进来谁先进来谁先出去嘛哈。可是我们又想说，我这个 switch 的设计要提供我们叫做 QoS quality of service 嘛哈，就是我要提供比如说 priority 啊，有的人他付的钱比较多。它在网络上面可能要比较优先权，那你的优先权就是说，这种封包一旦进来，虽然前面有人在排队，那他也要跳过这些排队的插队出去啊，因为他付的比较多钱，比如说了哈。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 schedule 的这个所谓的 discipline， 就是这个方法就不一样，我们叫做 priority queue。
priority queue， 就是 queue 本身有分 priority， 就是封包的 priority 越高的话，它会先出去哈，等等哈。当然也有很多很多这种，这个 scheduling 是一个也是一门学问啊，很多方法 ，FIFO 是最简单的 ，priority queue 是第二简单哈。当然还有所谓的 round robin 啊 ，white fair queuing 哈，就是说我按照比例，按照比例啊，就是某种比例的三比二比二比一那这样子哈，或者什么四比三比三比二哈，就按照某种比例来挑那个封包哈，让大家所得到的那个频宽啊，出去的频宽呢是按照某种之间设定的比例的哈，啊，这叫一般叫 white fair queuing 哈，就是我是有给你比重的哈，那按照比重来再来做调整，那个让难度比较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为什么需要 buffering？ 啊，像这个 case 啊，像这个哈，比如说我这边同时啊有三个封包哈，都从 input port 进来，刚好这三个封包哈，通通都是要到同一个 output port 去，那三个封包不可能同时全部都出去嘛，所以我先把它放到这个 buffer， 啊，就像这样，我三个都放在 buffer 里面哈。好，可是我经过在下一个封包，在下一个就在下一个时间哈，又一个封包又进来，再进来。那我有可能说，那我这个封包说不定这个 buffer 已经满了，我也会掉封包啊，所以封包可能还是会你叫 loss 哈。那你三个封包 Q 在这里，可是我出去的时候一次也只能挑一个，我挑哪一个倒不一定。我刚刚讲哈，根据我们的这个方法嘛哈，可能是先进先出，可能是按照 priority 啊，不一定。但是只要你没有立刻被送出去，你在这边一等就是我们的 delay 嘛。啊，你在这边排队了嘛，所以 Q 就造成你的 delay 了哈。那有可能像这个东西，这三个还算幸运的，它至少在 Q 里面等哈。那这个封包，你看它要进来，就下一个时间点啊，这三个进来之后，哦，还没出去哦，下一个又进来，那这个进来要排进去，可是 Q 已经假设已经满了，这个封包就要被 drop 掉啊，或者它就在这个地方停在这里，因为它不能，因为送不出去了嘛，它就停在这里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让它停，那至少它 Q 在这里。这样不让它停，它就 drop 掉，就丢掉了哈，因为它已经没办法保留它的位置啊，没有它的位置哈，它就会丢掉，所以有可能让这个所谓的 buffer overflow 哈，我们这个 buffer 塞爆了哈，那可能掉。所以你看 input port 也有 queue，output port 也有 queue 哈，所以这变成说在设计的时候哈，都有考虑到，哎，你的交换机哈，有的设计是这样，就是说我只设计有 input queue，output port 呢我不要 queue， 好，不要 queue 就是像这种 case 哈。三个里面啊进来同时塞进去，那我塞不下，我就这样挑一个过，其他两个就丢掉了啊，也可以这样简单啊，因为 router 掉封包在 internet 里面也不是什么意外嘛哈，因为它本来就会被设计可以掉哈，那你可以设计简单，就是说我只有 input port 就是 input queue 了哈，那 output port 呢不要 queue， 那有人设计说我是设计 output port queuing， 就是我只在 output port 呢设 queue，input port 呢我不要 queue。啊，也可以，这也很简单。那有的比较复杂，是我 input port、output port 呢都有 queue， 啊，都有 queue， 啊，都有 buffer， 那记忆体就耗掉很大，啊，成本比较高了哈。这个设计是没有一定要怎么设计的哈，就看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哈。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问说，那到底我们的 buffering 哈，不管 input port、output port 哈，都需要做 queue 嘛哈，都要做 buffering， 那这个 buffer 到底要设多大会比较好？啊，那这个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哈。但是有一些业界的经验可以参考，在 RFC 3439这个标准里面哈，它有建议说，大概平均的 buffering 大概就等于哈 typical 的 RTT 啊 round trip time 啊，我们在介绍 TCP 有介绍过 RTT 嘛哈 round trip time 就是来回这个时间，我们讲典型假设250个 millisecond 啊乘上这个 link 的 capacity 啊 link 就比如说 link 就是刚刚讲那个每一个网路线，比如说假设是10 gigabit per second 的 link 哈。就 10G 的Ethernet 假设哈 ，10G 的网路，啊，然后假设 RTT 是250个 millisecond， 啊，这个一乘起来，啊，乘起来就是 2.5 gigabit 的 buffer， 啊，就是你是用一个 2.5G 啊的那个记忆体嘛啊塞进去这样子啊，这样设计这个参考了哈，啊。那最近的建议稍微改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有 n 个 flow， 你的 buffer 就应该等于 RTT 乘上 C 再啊除以根号 n。去平均啦，假设你有 N 个 flow 啊 ，flow 就是说你有几个这种像 TCP 的 flow 要在上面跑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参考值哈，这个就是参考一下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input port queuing 的部分会出现什么问题哈？像一样，我们看这个图，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有这边有两个封包要送哈，这边有一个啊，所以下面这边有两个，
那这个红色的封包哈，通通都是要送到这个破来的哈。那蓝色是送到最下面这个破，绿色送到最中间这个破。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啊，注意到哈，在这个时间，这两个红色的封包哈，因为都要到同一个 upper pole 嘛，所以它的地方就不能够同时出去啊，只能有一个出去。好，那我们假设说哈，出去的是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出去了啊，所以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两个，原来有两个的哈，那有一个呢就送出去了，那这个就没有出去嘛，啊，还停在这里，那停在这里就会造成一个我们叫做 head of nine blocking 的一个特性哦 ，head of nine。就这个 line， 这就是一条线啊，这个一排队嘛哈，排队的最前头啊，就它的头嘛哈，前头被 block 住了，就是你前端被 block 住，后面整个都不能动啊，所以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大家在抢这个 switching fabric 的时候，有时候说你这个排队的 queue 的最前端啊，因为最前端的 queue 没有被送出去，后端后面就跟着就出不去啊，因为塞在那里嘛哈。啊，这个一般叫做 HOL head of line blocking 啊，就是你的 line 的 head 啊，因为它被 block 住了，所以后面整个被影响到啊，就是说我们在最前端的 queue 哈，它被影响到，而它同时呢就让后面的 queue 的这个封包没办法往前走，这个现象啊就叫做 head of line blocking 啊，像这个就是一个 case 啊，就是你最前端的那个封包。他没有成功的送出去，他一阻塞，后面整个就被塞住了哈。这个一般会造成你的 queuing delay， 啊，你的 queue 就全部 delay 住了哈。加上可能parking loss， 啊，像这个地方如果 overflow， 因为你迟迟没办法往前推嘛，可是你的风暴后面是一直进来啊哈，后面一直进来，前面走不掉，后面一直跟进来哈，啊，你 buffer 就会总有会爆掉，爆掉就掉风暴嘛哈。所以这个也是。upper pole 设计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刚刚前面讲是 upper pole 嘛，哈 ，upper pole 有可能最近 fabric 里面塞进了，在这边 blocking 哈，在这边哈，那 upper pole 可能在这个地方哈，就塞住哈，都有可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完这个 router 的一个简单的设计啊。当然我们没有谈到太详细的 router 的设计。我们 router 设计基本上我们讲功能很简单，就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forwarding 嘛，就是帮你做封包的转送，好，那封包转送就是查一个表，就是 routing table， 好，所以它里面的 protocol 就是会有 routing protocol， 就这边我们后面会介绍哈，这个 routing protocol 就是像怎么把我们的 routing table 造出来，造得又及时哈，那又有效，就是 routing algorithm 该做的事情，就是造表，好，那造完表之后就是开始转封包的意思哈，那转封包因为我们刚提到说，因为封包同时进来的量可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设计上就要变成说比较复杂一点，包括说用 memory 做交换平台 ，memory bus 啦哈，或什么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close bar 哈等等的哈。不过这些现在大概都是用晶片来做了哈，晶片来做。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router 怎么设计之后，我们就进到这一章的主轴哈，就是 IP， 啊 ，Internet Protocol 哈。那我们会介绍像 datagram 的格式，我们都有介绍什么叫 datagram 啊，但是呢，它的格式我们还没看过哈，待会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 IPv4 addressing 啊 ，address 怎么分配，然后 ICMP 这个 protocol 哈，就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就是我们虽然 router 会帮我们送封包嘛哈，可是呢，这个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刚刚讲会拥塞、会 delay 哈、会掉封包，那我们怎么知道？那 ICMP 就是专门做这种事情，就是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就是做 control 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 router 把你封包把你丢掉了哈，啊，它当然不会帮你重送，掉了就掉了。那到时候会告诉你说你封包掉了哈，就它还是有一些这种 message 哈，会让你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了，啊，但是那些事呢，它都不会把你救回来了哈，但至少让你知道就是 what happened 这样子啊。好，那最后我们稍微看一下 IPv6 啊，就是新一代的啊这个 Internet Protocol， 因为 IPv4 的 address 哈，现在已经慢慢的分配的差不多快用完哈，现在估计到2011年。可能就分配不出来 IPv4， 就是你如果还是要 IPv4， 可能没有了，全世界的 IPv4 都用完了哈，那以后怎么办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就希望能够演进到 IPv6 啊。那这个 IPv4 的长度是32 bit 啊，就是一个 IP 像10.114这样的32 bit。IPv6 呢是128 bit 啊，所以它的网址就从2的32变到2的128。好，那2的128这个是多大啊？一个天文数字哈。他们说地球上的每一粒沙都给他一个 IP 哈，大概还用不完啊，所以这个可以用到可能好几个世纪以后了哈，应该是用不完啊。好，这个我们稍微会提一下，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哈，什么叫做 Internet 的 Protocol？ Sorry， 好，那
这个 IP 这个 network layer 这一层哈，不管在 host 或者 router 哈都有哈，就是我们找 TCP UDP 只有在 host 的才有 ，router 没有哈 ，router 只到第三层，所以一般我们叫 router 是第三层的设备哈，叫 layer 3的 device， 那它有 IP 哈，所以在这一块啊，上面是 TCP UDP， 这个只有 host 的才有哈，就 end station 才有 ，router 没有这个哈，注意 router 没有这个哈。那 router 有的是这个，那这个 protocol 就三大块啊。第一个我们讲 routing protocol， 好，每一个 router 都有执行这个 routing protocol，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做路径的选择啊，就是当你要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呢，走哪一条路，因为它是动态的，所以它要跟它的隔壁的 router 哈做交换啊，随时交换，有几十个 millisecond 啊 ，sorry， 讲错了哈，几十秒啊，有的两秒，有的三十秒哈，会做交换。那这个 protocol 呢有不同的 RIP、OSPF、BGP， 它这些交换的结果哈，就跟别的 router 这样子交换，会把他们的 table 或者你的 table， 就把你的 table 交给别人，别人 table 交给你了，就 table 交换嘛哈。啊，交换的结果就是最后造出一个啊叫做 forwarding table， 所以封包进来的时候我就查表，意思了，我就查表的意思哈。但是封包进来长什么样子啊？我们这边就要介绍，就是 IP protocol 啊，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addressing 的这个。convention 哈、方式了哈、data grain 的格式哈、怎么处理封包啊、这个格式怎么样？好，最后就是说router 处理封包可能刚刚讲可能会掉封包，可能会delay 太久哈、等等各种因素封包会掉哈、好，我们有个 ICMP 的 protocol 专门做 error reporting 啊、发生错误的时候它会做报告啊、或者 routing 的 signal 就是 router 本身哈、他们在互相沟通的时候用这个 protocol 来交换情报啊、这个 protocol 交换情报，这当然。最重要是这个 protocol 了哈，这些 protocol， 但是呢 ，IGMP 也可以让 router 之间哈做一个沟通上面来使用的 protocol。我们就先来看一下data grain 的格式哈，长什么样子？好，这就是一个 IP 啊、长的样子。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看到说啊，比如说哈，这边最重要是这个，我们说好像一封信一样嘛哈，上面一定有寄件者跟收件者啊，所以一个 IP 的 data grain 啊，它一定有 source IP 的 address 32 bit。destination 的 IP address 啊，另外的32 bit 啊，这最基本啊，至少寄件者、收件者都有了哈。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叫版本啊 ，version， 像我们现在是 V4， 那如果以后可能变成 V6 啊，到了第六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变成128 bit， 这边变128 bit 啊，因为长度不一样哈。当然到了第六代的时候，这个前面很多栏位都拿掉哈，因为它发现不太需要啊。好，再来看啊，叫 head length。黑的就是这个地方叫黑的啊，到这里为止啊，啊，对不起，到这里哈、啊，这个地方叫黑的，啊，封包的这个黑的哈，好、啊，这个长度多少多长？那长度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这边有 option， 好、啊、，option 就是说你这个每一个 data grain 可能有，可能没有哈、啊，这个要看啊，我们在丢这个封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设定一些参数，比如说 timestamp， 啊，有时候我们为了追踪这个封包走哪一条路啊。啊，你怎么追踪这个封包走来？我们可以追踪哈，啊，一般叫做trace route 啊 ，trace route 就是我要追踪这个封包怎么走，所以你可以把让每一个 router 哈啊，对不起，让处理这个封包的每一个 router 把它的 IP 哈写在这里，啊，比如第一个 router 把它 IP 在这里，啊，第二个 router 写在后面，第三个 router 写在后面，再就是等于说这边慢慢的挂上去哈，啊，这样挂上去。好，所以送到 destination 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你这个封包经过了哪些 router， 它的 IP 就在这边记录下来了哈，这就是追踪嘛哈。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边就要写 IP 啊，那写 IP 代表说我这个栏位会一直长大哈，那你长大这个 header 的长度就是不一样，因为不固定，因为它会长嘛哈，所以那到底多长？有几个 IP 在这里面？好，我们这边有个 length 的意思啦 ，header length 就是说那我 header 到底总共多长？啊，因为我里面可能含了一些啊，就是我。让 router 加上去的东西哈，像这个哈，就是 record 或者 root 哈，当然还有其他可以加上去的哈，像 timestamp， 我还可以加上时间，因为我要量什么？我要量 delay， 啊，每个 router 处理这个封包的时候，把时间盖上去，时戳盖上去哈，下一个 router 呢，它也把它的时间盖上去啊，再下一个再把时间盖上去，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封包经过这些 router 的时候，每一个 router 停多久啊，所以你知道路径，也知道 delay。啊、哦，这很重要哈，像各位写那个 pin 啊，啊 pin 这个动作哈，当然 pin 只是说送到对方再送回来了哈，中间不用加。但是如果说你想知道做 trace route， 不是会追踪路径吗？啊，就要靠这个
好，我们就会把那个所经过的 router 哈，把它的 IP 写在这里啊，这样子，所以它长度就可能不一样。好，那再来一个叫 type of service，type of service 是说，那我这个封包到底要被怎么样服务了哈？就是它服务的 service 形态啊，包括说它的 priority 啊，当然有很多 queue， 对，很多这种封包哈，塞在 queue 里面的时候，我这个封包的 priority 有多高？它可以设 priority 哈，它可以设它的，比如说优先处理啦，或者选最短的路径啦。啊，它大概有七八种服务哈，我们现在先不介绍那么仔细哈，先大概知道说哦，这个是讲这个封包可能要收到什么样的 service 啊。啊，再来就是 length 就是 total length 啊，前面这个是黑的到这里啊，到这里为止哈，那后面你的 data 还有 data 哈啊，总长度啊，这个叫 total length 好啊。再来一个啊，叫16 bit ID。啊，16 bit ID 就是因为说每一个封包我们都给它一个类似一个 ID 一个辨识码，啊，这个封包为什么要辨识码？因为我们先看一下也可以哈，就是说，每一个网路哈都有一个叫做 MTU 的东西 ，MT 叫做 Maximum Transfer Size 或者 Maximum Transfer Unit 了哈。每一个网路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这个网路可以承载的这个封包的大小哈都不一样啊。比如刚才讲 Ethernet， 我们现在最大的 Ethernet 最使用的最频繁的 Ethernet， 它封包最长是1518 GB 1518 GB 啊，这是 Ethernet 的最大的长度。那早期的 FTDI 4500 GB 啊，就一个封包可以4500 GB 哈。好，再早一点，像那个叫做 DQDB 哈，啊8802.6啊，某一种网路的哈，它是8191啊，8191 GB 啊，也就是说每个网路哈，它这个真的在送在这个网路送的时候哈。每一个封包大小可能不一样，好，叫做 maximum transfer unit， 就是 largest possible link level 的 frame， 最大的 frame， 最多最大。好，那我们一丢出去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 size 的这个封包，经过 router 想要转送到某一个网路的时候，就发现说啊，你的封包太大，你转不进去了啊，这有可能啊，因为那个网路的最大的这个 size 比较小，那你这个封包转不进去啦，啊怎么办？啊，你要么就是绕别的路嘛。啊，这个过不去，我就绕别的路哈。那要么就把它切割，我们就叫做 fragmentation 啊。所以 IP 的封包是有可能会被 fragment 啊，被切割成三个小封包，然后送进去。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可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哦。所以当我们做切割的时候哈，不是把一个封包这样直接切三块啊，切三块就丢进去哈。那你后面这两块都没有 address 的话，就不能送了嘛？对，等于说。你把一封信拆开来，把那个信哈，因为我们讲说啊，你这个比如说信太重了哈，把它撕成三份哈，然后一份塞回原来的信封继续送啊，两份没有信封啊，就不能送了，对不对？啊，所以信封要 copy， 啊，就你是说把信撕成三份，那信封一定也要三份嘛，对不对？变成三封信哦，变成三封独立的信哦，啊，就是说当你的一封信过重啊，比如说超重。那你就把它变成两封信或者变成三封信，但是你变成两三封信的时候，那个蓝色的这个就是黑的，蓝色就是黑的，它要 copy 啊，它要复制出来，所以黑的是 copy 的 content 就是把它切成三份，然后分别包进去，变成三个独立的封包，三个独立的封包每一个都可以独立的被送到 destination。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reassemble， 把这个原来的三个这个封包再组合成原来的封包哈，这边 reassembly 哈，要组合只在 final destination 做哈，我不是在 router 做，比如说我现在要经过它嘛啊，因为封包太大，所以我把它切成三个送到这里来，我不是送到这里来之后哈，就把它还原成这么大封包再来，我在 router 不还原哈，因为 router 一旦你还原之后，可能下一个又太大哈。所以变成一旦切啊组啊切组切组啊，这太复杂了，就一旦切了之后就不组合了哈，一直让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datagram， 上面都有两个 IP address 嘛哈，都有 source 跟 destination， 所以每一封信都可以被独立的送到 destination， 最后再组合起来。好，问题就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三封信是同一封信？啊，我第一个封包就切成三封，我第二个封包我一样可能太大，我也切成三封，啊。所以你本来送100，收到变300，假设哈，那你怎么这300是谁跟谁配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封包收进来的时候哈，因为它在 Internet 上面嘛，所以每一个封包都是独立的，
所以也不见得是谁先到谁后到啊，啊，就这300个可能都最后是片片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进来哦，啊，那你怎么知道说到底谁是跟谁都在一起的哈？你也不能说先说就先拼嘛哈，到时候你信拼出来都不知道什么信，所以你必须知道说这3个 fragment 哈，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封包的哈，啊，怎么去知道说它属于同一个？这个 ID 啊，就是一个 ID 的意思，就是说同一封 datagram 它有一个 ID 啊，那我如果把它切成三个封包，那三个封包的 ID 是一样的啊 ，ID 一样就代表它们是属于同一个 datagram 切出来的哈。那有可能一切三啊，注意哈，一切三，这里面的每一个一在往下走的时候，可能又被切了啊，有可能，因为你经过只要经过一个网路哈，你的封包太大就会被切割嘛哈，所以有可能原来一个大封包哈，到这边收到可能比如说变成20个小封包了哈，都有可能。但是呢，这20个小封包它的 ID 哈，他们都一样嘛，对不对哈？因为都是同一个封包切出来的 ，ID 都会一样的意思了哈。好，但是即使 ID 一样，那还不够啊。ID 一样，你知道说，那我知道这20个属于同一个封包，这20个哈，但是先后顺序是什么？先后顺序对，啊，那先后顺序要怎么办啊？就靠这个啊，叫做 offset fragment 的 offset， 就是说，那他们在原来 data 的相对位置是什么啊？我们看这个图啊，就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原来一切三的话啊，不是切三块嘛哈，切三块，那我们那个 offset 就记录的说，它这个切一块，那这一块的开始位置哈，距离这个头的距离了哈。比如说第一个，假设这个第一个是它哈，第一个哈，那它的 offset 就是零，代表是原来封包的第一块位置嘛。好，那第二个就只要第二块在这里，那就看这个长度嘛，看这个长度。所以 offset 就是记录的说，它这个片段哈，在原来这个封包的这个位置的意思哈。这个 offset 主要是对。你收到20个，就是等于说把它塞在那个位置了哈，塞满了就是组合起来了。那你有可能发生一个状况，这个切割成20个就掉了一个，啊，因为刚好有一个抓到那个比较拥挤的 router 哈，被丢掉了，你组不起来，啊，组不起来就全部都不要，全部丢掉，啊，所以你有可能啊，一个封包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哈，被切割，啊，送到 destination 要做组合的时候呢，差一个，那这个整个封包就不要哈，就当成全部都不要，因为你组不起来。但是你要把它组起来啊，就要靠这个一个 ID 啊，一个 fragment 啊，这我们待会会解释了啊。还当然还有一些 flag 啊 ，flag 代表说啊，比如说你这个封包是不是最后一个切割的最后一个啊？待会先，不然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哈啊，像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封包啊，它的长度是4000个 byte， 假设啊 IDX fragment 啊零代表说它是像这个就是说哈 offset 零就代表说我后面这个 data 哈。后面这个 data 在原来的封包的位置零，就它原来是第一个的意思嘛，哈，就是 origin 的第一个。那这个有一个叫 fragment frag 就是个旗标，等于零代表说哈，它是最后一个封包，最后一个 fragment， 这个是第一个封包嘛，零代表它是第一个哈，因为相对位置是零哈。那这个零代表是这个意思，是所谓的more fragment 的意思，就是后面是不是还有 fragment， 它是零代表说它是最后一个。这是第一个，这是最后一个，所以这两个都是零，就代表说这个封包没有被切割的意思，没有被切割嘛，哈。好，你看，假设它被切割成三个，就变成这样，三个哈。好，首先第一个呢，切割成1500个 byte，IDX 零 ，fragment 一代表说哈，哎，这是属于原来 data 的第一个哈，第一块。那这个一代表是 more fragment， 就是还有的意思。啊，一代表是 more fragment， 就是哦，后面还就是它，好啊，最后一个啊，像这个零代表说它也是最后一个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在做组合的时候哈，看到这个零就代表它是最后一个啦，那把它们组起来啊，但是接下来就是这个 offset 啦 ，offset 的长度哈，我们这个 offset 本身啊，对不起，关小声一点哈，我们假设哈，这个 data 本身是1480个 byte in data field 哈，就是这方 data 哈。长度是1400，那加上黑的长度是20个 byte， 所以加起来是1500个 byte， 啊，就黑的本身占20个 byte 啊。我们刚才没有讲哈，那就说这里哈 ，IP 的黑的是占20个 byte， 啊，就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算哈，这样算起来20个 byte，
好，因为这个是四个拜嘛，一二三四五哈，每一个都是四个拜啊，因为这三十二倍，四个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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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长度是二十个拜。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把它切割成啊、最网路最长是1500个拜，啊，那这边就要占掉二十个拜，所以后面 data 是1480个拜的意思了哈。好，那 offset 我们怎么算 ？offset 我们的单位是每一个 offset 的一哈代表8个拜，所以我们是1480除以8哈，除以八就是等于185。啊，所以如果你要去算，当你收到一个封包 offset 是185，你要把它乘上八，乘上八是1480，就代表说你这个 data 哈，注意哈，这个 data 就是在原来的啊第1480个拜开始的意思。啊，这个 data 它是零嘛，代表说它后面这一块，我们现在把它切三块了哈，这一块的起始位置是零，就是这里，啊，长度啊1480，所以这一块就相当于这边1480啊，切一块。那这一块呢，起始位置是185啊，乘上八哈，乘上八就1480啊，所以这一块的起始位置在第二块，长度呢一样啊，1500就是那个1480的意思了哈。好，那这一块。第三块啊，它的起始位置370，就185加185，因为我们前面有两块了哈，所以是370在啊，就第一块是在这里，第二块在这里，它是第三块哈，第三块起始位置370，那这个 flag 啊 fragment 的 flag 是零，代表说 no more flag 啊，就后面没有了哈，所以是切三块的意思啊，切三块，然后你如果真的收到这三块的话，按照零长度就把它这一块填起来啊，185乘上八。啊，长度啊，再把第二块填起来，啊，这个370乘上八啊，就把第三块填起来，因为这边是零，代表说最后一块你就组起来了嘛，哈，所以这三个，第一个哈 ，ID 要一样，啊，然后看 offset 哈 ，ID 加 offset 你可以把它组起来，但是有可能你组不起来哈，那如果组不起来，这个封包还是把它丢掉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需要的哈，好，另外再看一个叫 time to live 啊 ，time to live 就是。这个封包在网络上面哈存活的时间，给它一个上限哈。封包为什么要设存活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封信啊，每一个 datagram 它都是独立的，它会被 router 哈绕，然后帮你找最好的路。可是就有可能说，这个封包比较倒霉哈，它绕到哪里就阻塞，因为那个 table 是会变的嘛哈，绕过去塞，它又绕回来又塞，又绕过去绕，它就是绕不出来。那这种网路这种封包如果很多的话，也造成网路的拥挤嘛，因为它占 router 的位置，它占 memory 嘛，哈，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机制，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封包在网路上面活太久，到底活多久哈，时间很难量，我们就说让几个 router 处理过，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数字，啊，通常是设，比如说32，每一个 router 处理过之后，啊，它就减一。每一个 router 处理过这个封包就减一减一减一，减到零，这个封包还没有送到你的 destination， 就还在网路里面被减到零，这个 router 就把这个封包丢掉，他就认为这个封包大概是绕不出去了哈。你可以假设，比如说你 source 到 destination， 像我们现在在 internet 虽然很大哈，但是我们经过 router 的数量通常都是30个以内。各位不相信，你去做那个 trace route， 你随便挑一个 IP address 做 trace route， 就中间经过哪些 router 了哈。大概这个数量大概小于30，所以有的会把它设成30几。当然，你最保险设，因为这是一个8个 bit 了哈，你可以设到255。好，255就代表说我让255个 router 哈处理这个封包，还送不到 destination。哦，那你知道这个封包恐怕真的在里面做回圈了哈。好，那就让它减到零，把它丢掉。好，这个减到零就会被丢掉。那这种被丢掉呢？刚刚讲，那你怎么知道呢？丢掉就丢掉了，救不回来了哈。但是它有刚讲 ICMP， 我们有一个 protocol， 刚有介绍这个哈，这个 ICMP， 啊，就 router 如果把这个封包丢掉，它就送一个 ICMP 给你，说这个封包被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值哈 ，time to live 啊，减到零，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你有一个封包哈，在网络上面绕了半天绕不出去，然后被丢掉了啊。所以它是不会救回来哈，但至少告诉你你的封包为什么掉哈。好，这是 time to live 的这个任务了哈。好，再来看一个 upper layer 啊，它是 IP， 那 IP 上面这边对 IP 来讲，这上面就是 data 啊，可这个 data 可能就是 TCP 或 UDP 啊，就是 IP 上层有不同的 protocol 嘛，我们刚刚有看到哈，
像我上面有 TCP 有 UDP，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 protocol 了哈。我们假设最标准就是 TCP 跟 UDP 嘛，那到底我这个 IP 的封包里面所包含的 data 哈，到底是 TCP 还是 UDP？ 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叫 upper layer protocol， 就是我这边会记录的说我这边到底是 TCP 还是 UDP 的哈。那 TCP UDP 都有一个编号啊，所以我看这个号码我就知道我上面是 TCP UDP。好，再来叫黑的 checksum， 我这个黑的本身哈，在送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哪一个 bit 哈坏掉了，那你这个封包就完蛋了哈。比如说，假设你错在这里或错在这里，那跑错位置啊，啊或者这里面啊错掉，你组合不起来啊，长度错掉啊，你就抓错了哈。所以黑的本身如果发生错误，这个封包我通常我也不要啊，所以我会做一个叫做黑的 checksum， 我会把黑的这些哈20个 byte。当然，如果你黑的又加上刚刚提到这个什么啊 root record 哈，你去记录这个路径啊，又加上这些 IP 的router 的 IP 的话。啊，没关系哈，全部都算在里面。啊，header 的 checksum 我做个检查码，啊，塞在这里16个 bits。那收到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个检查，啊，看看我的 header 的资料对不对。那 header 如果错，这个封包也是丢掉。啊，就这样子啊。OK， 这个介绍过哈，怎么做 fragmentation 跟 reassembly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Pv4 的二罪行。好，那二罪行我想各位应该都很熟悉了哈，因为你的电脑每天都有。用一个 IP address 嘛，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大部分都是固定 IP 啊，就是 140.114 啊的这样的 IP 哈，所以 IP address 本身是一个32 bit 的 ID 啊 ，for host 或者 router 的 interface 啊 ，interface 就是界面卡。那我们这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电脑来讲，我们通常是插一个界面卡而已哈，所以你有一个 IP address 啊，但是注意哈，对 router 来讲，它有很多界面卡。每一个界面卡都有一个 IP address 哈，所以 IP address 不是绑电脑啊，也不是绑设备哈 ，IP address 是绑界面卡 interface。所以 router 如果它有20个 port， 它有20个 IP address 啊，每一个 port 都有一个 IP address 的啊，这个要注意哈。router 不是说它只有一个 IP 哦，不是，是 router 的每一个 port 啊，每一个 interface 都有一个 IP address。所以 router 越大，就是100个 port 哦，你要给它100个 IP address 啊，它要吃掉100个 IP address。OK， 所以 router 通常 physical 会有 multiple interfaces 啊，所以每一个 host 通常只有一个了哈。当然，像我们在后面给各位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会让 PC 啊插两个网路卡，哎，它就是有两个 IP 哈。我们会让 PC 插两个网路卡，所以 IP 实际上是绑网路卡的意思哈。你插几片网路卡？就几个 IP， 我们有时候给各位写作业的时候，有时候那个 PC 要插三个网路卡，啊，因为它要当 router， 啊，我们把 PC 拿来当，因为如果给你一个 Cisco router 哈，啊，你大概只能设定它设定哈，但是你不能够写程式写到上面去嘛哈，但是我们 PC 就可以哈 ，PC 上面随便你怎么写，当掉就重开啊，所以我们是可以容错的，没有问题哈。那但是又要让它好像模拟一个 router 啊，所以我们上面会插啊好几张网路卡的意思了。好，那你一下从这里送，一下从那里送，不同的 port 都可以送出去哈。好，那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IP address 是跟网路卡哈 combine 的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它的简写的，就是多少点多少点多少点多少哈。那这个是它的32 bit 的 binary， 啊，这是一个网路上面啊，每一个 port 都有一个 IP， 每一个 router 的 interface 啊都有一个 IP 啊，这样子啊。好，当然你看现在都是 IP 的哈，事实上这些 IP 是有组织的哦。好 ，IP address 不是乱写的哈。再来就是介绍什么叫 subnet， 啊，一个 subnet 什么意思哈？好，我们的 IP address 有32 bit 哈，32 bit 其实我们有分两个，32 bit 分两块哈，一块叫做 subnet path， 啊 ，high order 的 bit， 啊，像这个地方哈，22323.1.1， 啊，这个叫做 subnet path， 那后面这个 byte 哈。叫做 host path， 代表说它是针对电脑，那这个叫做 subnet， 就是变成网络本身也有个 ID 的意思啊，不是就电脑，所以电脑的 ID 是靠32 bit， 可这32 bit 里面的前面的24个 bit 哈，代表你是哪一个网络，哦，这个 routing 很重要，网络啊，哦，网络，所以我们讲，那什么叫一个 subnet 呢？一般我们叫做子网络，啊，各位可能也常看到 subnet mask 哈。叫做网罩啊，就是你的网络本身要有遮罩哈。subnet 怎么讲啊？我们就是说，你的设备的 interface 哈，如果他们有相同的 subnet path，
啊，像这个哈，二二三点一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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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一二三还有 router 也要算哈 ，router 的界面卡也要算进来哈。这四台电脑他们的都是223.1.1哈，不一样的是后面点一点二点三点四了哈，所以 host 的不一样，可是前面这一段是一样。那前面这一段啊，就是一个上面的艺术。那也就是说，可以 physical 啊 reach each other without interfering router， 就是说，什么是一个subnet？简单的讲，就是说，在同一个subnet的设备哈或电脑可以直接沟通，不用经过另外一个 router， 就叫一个subnet哈。就在同一个subnet里面的设备可以直接啊，直接就透过网路线啊沟通，而他们之间的沟通不用经过另外一个 router。就叫做一个subnet啊，像这四台啊，他们可以直接沟通啊，这三台哈、啊、可以直接沟通。好、啊，这两台跟这个router 这个也要算哈、啊，这也要算，他们也是可以直接沟通，他们之间的沟通不用经过一个 router， 因为他们中间没有 router， 对不对？它就是一个subnet，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subnet、两个subnet、三个subnet。那他们中间啊，他们中间要沟通就要经过一个 router， 经过它，所以他们就不是在一个subnet。啊，subnet简单的讲是可以这样子讲哈，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再更仔细的介绍哈。好，那你怎么去判断哪些电脑在同一个subnet？哪些电脑在同一个subnet哈？那他们有一个说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把网络的接口那个接线哈，通常把它拔出来，啊，都把它拔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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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拔掉这样子哈。好，那你就会产生我们叫做 islands of isolated network 哈。因为你把它拔掉，就网络都不会通了嘛，就变成都是一个孤岛一样哈。他们，你把这个拔掉，拔掉，拔掉，啊，这连在一起了嘛哈。把这个拔掉，拔掉，拔掉，他们也连在一起啊。拔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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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线都连在一起。这些拔掉之后，线还连在一起的，就是一个subnet的意思，概念了哈。我刚刚讲那个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在一个subnet里面的电脑，他们之间可以直接的沟通，不用经过另外一个 router。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几个 subnet， 哦，这里有三个 router 啊，哈，三个 router 这样接这个样子。我这里面有几个 subnet， 啊，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就六个 subnet， 在这里就有六个 subnet 的艺术。好，那每一个 subnet 的啊 subnet part 就是223.1.1、223.1.9，你看这边都是哈，这两个哈，你看注意到这两个 router 之间直接连起来了哈，啊，他们也是一个 subnet 哦。虽然这里面没有接电脑哈，因为他们也要沟通嘛哈，一个subnet，啊，223.1.7啊，223.1.7啊，啊这边223.1.8，223.1.8，啊，223.1.3，223.1.3.3哈，所以就是靠 IP address 的前面的这些，但是这个前面后面我们讲哈，一个叫做subnet part，一个叫 host part 哈，我们还记得哈，就是。比较 high order 叫做 subnet part， 比较 low order 叫做 host part， 但是我没有讲说总共32 bit 嘛，总共32 bit 哈，那这个到底是几个 bit？ 这个到底是几个 bit？ 好，我们知道切两块，那这两块的 boundary 到底是切在哪里啊哈？好，这就是 subnet 大小的意思， subnet 可以不一样大小。好，那像这个例子。这个哈，像这个我们叫 subnet mask， 啊，一个 /24， 啊，就是说这个 subnet 本身哈是24个 bit， 就是 host 只剩下8个 bit 的意思了哈。那 subnet 本身是24个 bit， 抱歉，你现在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后面还是会再有机会介绍这一部分的哈。就是这个是24个 bit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只看前面24个 bit 就要 identify 一个 subnet。就是一个subnet，这里有三个subnet嘛哈，那可是每一个subnet的 ID， 我们看24个 bit， 这个意思哈，看24个 bit 来 identify 一个subnet。好，那如果你用24 bit identify 一个subnet，那剩下后面最后一个数字只有8个 bit 了，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一个subnet可以有几台电脑，就是256台了，啊，因为剩下8个 bit 的 identify host 嘛，对不对 ？host 只有8个 bit， 那2的8次方就是256啊。好，如果今天把它变成16，注意哈，把它变成16，就我一个subnet是16个 bit， 那我的 host 也有16个 bit 啊，对不对？16 16嘛哈，
那如果你的上面长度是16个 bit， host 也是16个 bit， 那你可以有几台电脑在这个上面里面，就二的十六次方，就是6万多台啊，就是 Class B， 就是我们清大的 IP 的嘴就是 Class B 啊，它给我们一个140.114啊，140.114就是我们的啊，就清大的网址16个 bit， 所以我们校园里面可以有啊所谓的16个 bit 有6万多台的电脑，但我没有那么多，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电脑了哈，可能有两三万，但可能没有到5-6万哈。那剩下的 IP 呢？啊，别人不能用啊，因为这是已经 IP 是 hierarchical 分配下来的哈，给我们的啊，别人用了也没用哈，因为 router 会把它绕过来啊，因为所有 router 都知道140.114要绕到清大的 router， 所以你到加拿大去把它的 IP 电脑设为140.114 ，IP 都可以改嘛，对不对？改了也没用哈，因为它不会绕到那边去，还是绕到这里来啊。所以 IP 你可以去随便改哈，但是改的不见得有用。因为 router 不会绕给他啊。好，这是上面的概念了哈。刚刚提到，那因为它的概念是刚提到是24个 bit 啊哈，对不起啊，就最标准就是16个 bit 或8个 bit， 也有那种 IP 网址哈，这边是8个 bit 哈，那一般叫做 Class A 啊，就是它是最大的网址，因为它的上面的长度只有8个 bit， 所以后面有24个 bit 哈。像这种网址哈，如果 /8 的话哈。哦，那这种网址等于说它的 host 可以有24个 bit 吧，哈，2的24的话就是16个 million 哈，1600万，哈，当然是大的 IP， 这种 IP 通常都在美国大学哈，因为 IP 当初是美国在主导嘛，所以大部分这种 IP 都在美国。那后来这些国家就越拿越少，越拿越少哈，那当然就是分配的公平性的问题。不过，就是我们标准的这种 IP address 这个 slash 都是8/16/24/32哈，那这样的切割就是它比较没有弹性哈，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技术哈，叫做 sider， 就是我在分配这个上面大小的时候哈，不再固定是8个 bit、16个 bit、24个 bit、32个 bit， 不再这么的啊，这个没有弹性，而是可以任何长度。啊，就是32 bit 里面任何长度，像我这个地方是23个 bit， 啊，所以叫做 side 叫做 classless，class 啊，刚刚因为我们讲哈，8个 bit 叫 class A， 16个 bit 叫 class B 啊 ，address 了哈，24个 bit 叫 class C， 啊，所以标准都是 class A、B、C 这样分配的哈，但是我们想打破这样的这种分配法，让它更有弹性。所以叫做 classless， 就是我不知道按照原来的 class 的分布哈，叫 interdomain routing， 就是 sider， 非常有名哈。我们这个细节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介绍哈。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经由 cable 有线电视的台湾几个大的这个。